扎哈，扎哈，扎哈。你好的。早上好，世界，以及所有居住在其中的人。首先，让我们整理床铺。这。接下来，奥特在收拾书包，收拾，还得刷牙，刷。野生，就是这样发型。早上好，亲爱的家人。早上好，朱莉安，你今天挺有音乐气息的。心情真好啊。是的，我真的很上瘾，我就是无法完全从我脑子里去除它。好了好了，朱莉安，现在先吃早餐吧，公交车很快就到了。好的，那我就直接拿一个羊角面包，聚焦，真好吃。朱莉安，你一直在唱些什么啊？对啊，艾玛，你难道不认识这个旋律吗？这是 Annalena Venti 的新歌。Annalena Venti， 我应该认识他吗？天哪，爸爸，流行歌星 Annalena Venti， 你一定要知道，他的歌在电台里也是循环播放的。说实话，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他，我觉得他被高估了。Ino， 或许你只是没有品味。孩子们，在餐桌上不要争吵，快点，公交车要来了，快点。好的，那我们赶紧去坐公交吧。公交。这将会是一天有长有累。朱莉安现在就开始让我感到烦了。朱莉安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尝遍了整个公交车程？真烦人。诺，祝你也有美好的一天。我说过了，我耳朵里总是会想到这首歌。泡泡声。早上好。嗨，早上好，伊诺，我们就这么说。你今天是不是起床起了？哎呀，大家，但是朱莉安，他整个早上都在烦我，就是那个流行歌手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安娜·利诺维尼。啊，是的，你听过这里的新歌吗？真的很酷。不，不。这不行。不是你们也是？难道你们也觉得他好吗？哎，算了，无所谓了，我先去上课了。早上好，大家，你们听过 Annalena Venti 的新歌了吗？啊，对，我喜欢这首歌，我经常听。上上下下。这是首歌，甚至让我也想跳起舞来。先是这样，然后我转个身，这就是我的舞步。莫阿尔伯特，你的舞步真的很酷。所以，如果你们也都这么喜欢他，也许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粉丝俱乐部之类的。谢，不停的谢。哎，这也太巧了，现在我也有这个讨厌的耳虫了。伊诺，你还好吗？现在应该是安静的仔细时间。是反过来，抱歉，这都是安诺莱诺的错啊！如果我遇到他，我会告诉你的。那呀，就一定靠去摩西班牙的扫到是什么呀？在这里。解手。朱莉安，你啥时候来教书？啊，好的，很不错。是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我能去洗手间吗？我还以为那个男孩上课是会参与一次。我会快点的，马上间。问。啊，当然也不要忘记洗手。我这是在哪儿？那是什么声音？按理说班上应该都有人。哈，这里。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体育场。那是从那边来的。斯蒂芬，你改个思路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等一下，我来帮你起来。这真是太有号了，穿着这件衣服移动起来真不容易。是啊，那件裙子真的很特别。等一下看。真的，你就是 Annalena Venti 那个流行偶像。是的。遇到玩笑总是很开心。是的，但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呢？不，
这是一所学校，我还奇怪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去哪儿了。本来我应该在一个体育场的、不，这里不是体育场，你可能走错地方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本应今天举办音乐会的，然后出租车吧，我放在这里就走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你能带我去找个电话吗？没什么比这更简单的了。朱里安在这大声呼救，跟我来，这边请，楼梯就在这里。但我很幸运遇到了你，你给我指路。那么如果可能，我很幸运能遇到你，或者是他，我可以教你。娜雷娜，我能在这里遇到你太酷了。这是小厂的办公室，他也有一部电话。太好了，非常感谢。哎，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？你懂的，你好。你是谁？咕噜咕噜声。那么女士们先生们，这位是流行歌手安娜雷娜文提。朱里安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快回课堂去。祝你成功，安娜莱诺。我得马上告诉大家，我在学校竟然遇到了安娜莱娜文特。哇，大家，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刚才遇到了什么。朱里安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已经不知道消失了多久了，你应该在上课，但我有借口，不是借时。我在学校遇到了流行个性安娜丽娜文提。Julian， 现在够了，别再找这些奇怪的借口了，坐下，否则我会送你去见校长。怎么，但我刚从哪儿回来。对不起，请安静一下，有干播要播出。注意，向所有老师和学生宣布，这里有一个痛治，请大家都过来，马上到门厅来。有个凉席。什么？又是凉席？为什么总是这样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听到了，我们下去吧。好的。所以亲爱的学生和老师们，你们肯定很好奇我为什么召集你们在这里。是的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稍等，那个站在那里的人，这难道是？没错，你们没看错，热烈鼓掌欢迎流行歌星安诺莲诺温迪。我的天哪，我进门我跟你们说过他真的在这里，真是天哪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朱里安说的是真的。什么？他为什么在这里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无所谓，我觉得我最能解释这个。其实今天我有个音乐会，但现在看来我可能去不了了，该期或取消之类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不太清楚，是出租车把我送到这里的。有好的小厂说服我，让我为你们演奏一场音乐会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现在请大家给出热烈的掌声。那么，校长夫人，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您怎么还让他们来这举办音乐会呢？哎，玛丽婷先生，这个就让我来担心吧。你知道的，一旦我下定决心，我就会坚持到底。这对我们的学生来说，确实是一件特别而又棒的事，不是吗？是吗？开始了啊哈！大家准备好迎接安娜、李娜，问题了吗？那就是我，哇！现在开始，待会见，好吗？那么，学校的现场音乐会确实很酷，但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呢？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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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观众。我们爱你，安娜莱诺，太棒了。伊诺，很有趣，对吗？那个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将会……他的音乐我真的不喜欢。哎呀，安诺莲娜，那真是太棒了！谢谢你来这里为我们表演。再见。当然，我现在可以拿到电话吗？一边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的管理团队啊。正如我承诺的，
马上就来。这是给你我的手机。等一下，我看对了吗？安诺莲诺温蒂难道只是举办了一场音乐会，就为了拿到女校长的手机？我觉得这真是太丑闻了。阿依诺，那完全是胡说八道。安诺莱诺只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，想给我们带来快乐。哎呀，累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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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可能。然后我现在真的被困住了，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鲁校长，是的，谢谢你的奖。我有一个巨大的问题，我现在被困在这个城市了，看来铁路罢工了，所有航班也都取消了。走吧，我们直开。啊，这听起来真糟糕，但我是说，如果你已经在这里了，我们现在正好缺老师，尤其是音乐方面，所以呢？还有人需要我吗？请再说一次，我应该在这里的学校放音乐吗？我也没有更好的事情要做。没有人逼我，安娜丽娜更懂音乐了。那我们就这么定了，那你就先留在这里，作为学校的音乐老师。亲爱的学生们，有个好消息，安娜莲诺将作为新的音乐老师留在我们中间。是真酷，这太可怕了。魔，大家好，我是艾玛沃格尔，如果你们想听更多关于我们，也就是沃格尔家族的故事，那就去 Spotify 看看吧，或者去 iTunes 或者 Amazon Music， 因为那里你什么都能找到。你们会喜欢我们的精彩有声书，相信我，他们真的很酷。试着听听看，祝你玩得开心。